我会守护你。 有斩新，阻打扫，来就是使你们的痛快。赶快投降，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。我是雷霆之力，也是荒原煞星，绝对听我说过会有新的秘密，我们会实现这句话。我看到你的目标。无所谓。 你们的国王死定了！我真羡慕你们，能亲眼目睹崭新的食人妖帝国诞生。可惜拉斯塔哈不能亲自体会这种感动了。众灵低声说着你的名字，这里的国王很强大。 叛徒，抓住他！你应该听塔兰基的话才对。老友，你固步自封，把我们的王国变得陈腐不堪。不过，我已经看见未来，食人妖帝国会再次崛起，没有外来威胁。 也不用再和罗雅打交道，这是一条用鲜血铺成的路，古汉会率领我们。要去追他们吗？不用，时候到了。 他们自然会来。想活下去的话，就一定要团结。 这里。
你信哪个罗雅，我就告诉你我信谁。愿罗雅保佑你一路平安，众灵与你同在。太远了。伟大的赞达拉，伟大的赞达拉会再度兴起。居然选择用这副模样走来走去，谨慎选择你的罗雅。我会先杀死你，然后好戏才会开始。狂野过吗？
在已经不再是信仰罗雅的时代，现在是血德的时代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们罗雅常说的快闪。跟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再见，再见。天空就是我的双眼。我侍奉形态的主宰刚克，我侍奉帕库，他是最古老的罗雅之一。
妈！结束了，现在是足够时了。竟敢闯到这里来！我要把你们全都埋了！小英雄你好啊，你也是来杀这些异端的吗？我是各种形态的主宰，兽群的真主者，也是狩猎之物。去找其他的罗雅，我会留在庭园，多杀一些入侵者。罗雅指引你。
太迟了，罗雅已经没救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解决这些入侵，我要对付沙德拉。你太迟了，罗雅已经没救了。你的力量就归我吧。我要是有那个时间，就会让你替沃卡尔偿命。等我驾驭新的力量之后，你会见识到帝国如何覆灭。这里很强大，为了兽群